首辆国产 800cc 重机亮相，卖288,000元。以生产沙滩车起家的台中市鼎迪公司，近年来致力转型制造重型机车，昨天发表国内首台自制 800cc 重型机车，每辆售价288,000元。机车采单缸引擎设计，无段式 CVT 变速箱，左脚打档杆只有空档、前进档及倒车档三种档位。业者强调，机车零组件有80%以上是自制零件，后续维修不成问题。现场重机车友实际试乘后也多给予肯定。刚刚这样骑乘下来的感觉还不错，不会有爆冲的现象，但是那在怠速的运转跟行驶中的运转也还算蛮不会有太大的震动。不过车友认为重机迷人之处在于浑厚的引擎及排气声浪，这辆国产重机采单缸设计，所以排气声浪较虚，没有轰隆隆的 feel。 另一位车友也说，价格虽然具吸引力，但没有换挡的乐趣，是否购买还要观望。业者则强调，自家产品不到30万元的售价，绝对有市场竞争力。动新闻台中报道。